大家大家好，我哋呢一段嘅采访为大家请咗是香港嘅示威上下贞姐，贞姐咧系2月25号咧喺香港度被判坐监3个礼拜，咁啊而家去咗呢一个月嘅3月底走咗就一个离月。开咗香港，去咗加拿大。我哋呢一段嘅采访咧就请阿贞姐帮我哋讲一讲佢嘅心路历程啦。贞姐你好。你好啊，Lucy，系啊，几个礼拜冇自由，而家可以自由睇翻你，真系觉得好开心啊！因为你之前入去之前见你啦，而家出翻嚟见你，真系好好咯，咁样。咁我响判刑上法庭嗰日咧，咁咧就法官就问我：你有咩想求情啊？我就话我唔会跪喺度，我亦都唔会趴喺度。我系香港人，我为香港人骄傲，我唔会求情嘅。咁咯，咁佢就叫咗我入里边啦。咁就入咗里边，入里边我想望翻啲屋企人啊、朋友啊，系好短暂系望唔到啊。好快就要入到去里边，咁入到去法庭里边咧，就一入到去咧就要你除晒衫裤啊，俾佢检查下咁咯。咁就跟住就问你一啲资料，跟住又搵咗嗰个我唔知系咪叫臭格啦，个笼里边即系个笼里边有个厕所嘅咁咯。咁啊等等佢哋用囚车车我走咯。咁就嗰时啱啱系食饭时间，佢就攞咗盒饭嚟。我话吓，我食素噃，有咁啱嗰盒饭系鸡蛋菜饭就啱啱好啦，咁样咯。就我估佢应该11点零钟咁样咯。咁跟住到晏啲，咁就又再检，但系我谂点零钟又再除晒衫裤，又要检查一次啦。跟住首先至上囚车咯，咁系做咗次快速测试，即系 check。车个鼻嗰啲咯，睇你有冇受到嗰个疫，即系个感染啦，咁样咁啊冇事啦，咁样咁点知咧，我哋差唔多走嗰时咧，我屋企人就去下边探访我咧，咁个警察就话我系去路嘅，咁跟住我架车去，我应该系架囚车系去咗我觉得系西九龙嗰边，我唔系好清楚，但系沿途有我一出囚车嗰时咧。系听到啲送车师咧话：珍姐啊，你顶住啊，你冇做错。哇！我啲眼泪咧即刻系咁流落嚟，系咁流落嚟。我听到佢哋咁样讲，同埋追住架车咧，我好担心佢哋个安全，但系真系好感动，好多谢佢哋对我嗰、那个声援啊，咁样系真系好好咁样，即系我感激佢哋咁样咯，咁样咁佢追有个追咗足3条街咁咯，咁我喺个车度咧回应佢哋嘅，我话我收到啦，咁啊，点知咧揸车嗰个咧囚车嗰个警察咧好鬼恶，边个话收到啊？讲咩啊你咁样？唔准佢即刻望啊，望前边啊，咁我唔敢出声啊，因为我惊出声之后影响到下一批啲手足坐囚车嗰时，用乜嘢去拉晒啲帘啊？咁样咁啦，我心咁谂嘅，系嗰个恶啲咁样啦。咁啊，去到另外一个裁判处就接另外一啲人，跟住先至去一车，原来迷咗路，车咗去大榄，咁就入到里边指模房啦，指模房又系要除一次俾佢检测啦。咁样，要踎上踎落，睇你啲乜嘢啦，咁样，跟住又问你啲有冇食药啊？即系登记啲嘢啊，咁同埋登记啲朋友探访啊，咁啊，咁好啦，跟住就换衫啦，换衫就去到去指派你一个，当时去到一个房系碌架床嚟嘅，就木板，哎呀，我见到个木板我就好惊啦，因为咧年纪大啦。瞓木板就听日真系两边个骨都痛咯，就系真咯咁样。咁跟住嗰晚，佢咧就第二朝，咁又无端端咧又话验到我有吸毒嗰啲，问我冇吸毒，
我话我从来都唔吸毒噶啦，咁你有冇饮咳药咳药水？我话最憎咳药水嘅。咁心尾问下，我谂下系，我喺东区法院上庭之前，我系咳嘅，我食咗粒咳丸啫咁样。咁之后佢就要我吊舱啦，吊去医院2楼。咁去到，因为好辛苦啊，因为第一次原来吊舱咧要将你嗰啲三张毡两个太空夹被。同埋啲衫啲本去俾你嗰啲嘢咧，要一个人包好搬去。咁我有心脏病啦，我又60几岁啦，我从来冇拎过咁重嘅嘢。咁佢真系唔会帮你啦，但系唔会帮你之余，佢仲会话你行快啲，行快啲啊！因为我嗰层系上一层楼梯嘅，要落一层楼梯，行过对面医院，又要好长嘅。我觉得即系一座隔篱一座楼咯。咁去到个医院2楼咧，嗰张系嗰啲纤维床嚟嘅。就有个箭褥，哇！我就OK 喎，唔使瞓木板床，我几开心咁样。咁咧就系、是、第二日就单独，都系单独嘅，都系一个人。咁就到第三日又系转咗去医院1楼嘅单独囚禁。咁咧开始觉得冇咗时间啦，就觉得咩都冇啦，因为啲物资系未到啦。咁又冇书啦，咁佢咧就每日咧就依时就以指定嘅工作啦，譬如7点9点起身啊，7点9食嘢要清洁个房间啊，跟住佢去派饭啊，咁样跟住就你有一个人响嗰度噶啦，嗰下个时间觉得系漫长咗咯，从来冇试过个感觉，原来个时间好似多咗好，即系。漫长咗好多咁样，咁到晏昼12点钟，佢又攞啲粥同三文治你啦，咁跟住就咁你就可以喺张床瞓喺度，但系唔肿开啲被噶喎，好冻啊！嗰时都好彩我都系冻少少，唔系太冻咯。咁咧就未冚住个太空外套，嗰件都暖少少暖嘅，咁啊瞓喺张床度，你系无所事事嘅，因为又唔会。有几大嘅地方俾你空间去走动咯，咁就嗰下就开始觉得第三日开始觉得嗰个情绪咧，同埋漫长咧有少少影响啦。咁我谂起我之前有探访，成日都有探访啲手足，手足同我讲，你个人喺里边啫，咁你个精神意志可唔可以谂下啲自己可以过渡下咧？咁我试下谂嘅咁样。你就唔容易咯，对我嚟讲，突然间咁样，或者原来真系当你冇自由啊，主要真系冇咗个自由咯。同埋咧，里边咧就系、是、你自己嘅房间，就有一个厕所嘅，个厕所上面有个 cam 嘅嗰啲，咁啊影住你嘅咁样。咁呢个都如果年青人啊、后生女咧，就系、是、可能会 feel 到嗰啲唔安乐啦，系咪啊？咁样咁样，咁我就对我嚟讲咧，呢度系。厕所嘅好处啦，因为我年纪大啊嘛，去厕所多，咁啊唔使话啊要行出去啊，原来隔篱嗰个单人桑都厕所咁样。好啦，到嗰度住咗三，即系又住咗3日啦，即系我5日系有单人床。咁啊，就喺度谂起，原来真系当你单人床啲手足，真系唔知点样，真系好，真系唔知点过咁样咯。咁我谂下，如果因为冇物资啦，主要又冇书啦，乜都冇嗰下嘛，咁样咁到我去翻个大仓嗰时，咁就好啲啦。头一晚有两个嘅，撞啱有一个坐开3次嘅，佢就好好嘅，即系又话俾我听，你千祈唔好做呢啲，冇做嗰啲，又即系惊啲姑娘要搵我哋去水房啊嗰啲咁样啦。咁佢就教我啲嘢咯，咁样咁跟住再去咗大仓之后咧，跟住仲有3个嚟，我系第一次坐嘅，变咗我哋5个人咧就可以有倾有讲。点解可以咧？因为咧疫情啊，原来当时系严重咧，我哋都系因为嗰个仓有可以睇电视嘅，就先发现咧惩教处里边系有成1000个人中咗Omicron，咁跟住咧就囚友咩喺罗湖嗰啲又中咗，荔枝角又中咗，所以佢哋人手唔够。人手唔够咧，佢哋就冇理我哋，可以倾偈倾多啲啊。咁，我啲物资就到咗啦，又好彩啦，物资到咗，咁我就
有个义工探访嘅义工啦，好好啊，送咗4本书过嚟，咁样，同埋有啲物资，咁就因为咧我唔知道嘛，原来14日得一卷厕纸嘅女士嗰度，咁我就头一个礼拜用剩少少，望住点算咧，咁咪就啦，收尾啲物资嚟咗就好开心啦，最紧要 Emo 纸巾啦，同埋湿纸巾对我嚟讲咁样，咁所以咧我就谂起啊。原来女士咁坐喺里边咧，真系一定要入嗰啲纸巾啊、湿纸巾，同埋嗰个私人嘅底裤啦，同埋我要护垫嗰啲啦，咁啊比较系有干净啲，有自我嘅嘢就好啲咁样咯吓。呢、这个我就谂起，如果有咩事，啲人入嗰时物资就真系要留意下，同埋书啦，同埋系笔啦，写下嘢咁咯。咁到。跟住有其中有个囚友就中咗嗰个 Omicron 啦，咁佢就全部都入搬舱啦。我哋又搬咗系密切接触者嘅舱里边，原来嗰个舱咧就系俾人哋运水泛房嘅舱嚟嘅。咁咧就系咁细嘅范围咧，一张碌架床用质根咧就摆张纤维床，好逼嘅，剩翻个位好细嘅，即系3个人啦。嗰度咧就佢哋系仲少，即系嗰啲我哋叫 madam 嗰啲啦，佢哋有时叫姑娘嗰啲职员咧，系比较少落嚟咯。佢话呢度系咧冇人理噶，嗰啲职员都系咁讲咯。咁我哋就因为地方真系窄咗好多咯，咁变咗咧好多时咧就系净可以坐张床度，即系2个人企喺出边就啱啱好噶啦，3个唔得噶啦。即系企喺嗰个笼里边咯，叫做咁样。咁佢到时到后咧，佢哋就会攞嗰啲1日3餐嗰啲嚟咯，咁样。其实4餐嘅晚餐咧就划 group 埋一餐，费事再嚟咁样咯。咁我就嗰时觉得，唉，自己喺度好似即系感觉到仲感觉到真系冇自由嗰种辛苦啦，同埋觉得自己好似俾佢哋将我哋当猪咁样样咯，咁样。咁诶，有时都会因为俾我谂下系有乜嘢可以做多啲。其实我觉得可能天意嚟嘅。入去里边时间就短啲，咁可以点样人哋啲手足喺里边，我哋可以做多啲嘢咧。因为而家香港佢系咁不断拉拉拉，因为而家香港冇嘢做，冇人做咯，佢真系抽后算账拉翻之前嘅人咯。咁我哋唯一可以做就去旁听啦。咁而家送车都唔得啦，因为送车随时佢抽599支啦，系咪啊？咁跟住就唯有写信啦。咁又撞啱疫情咧，我第一封信咧就系响11号先收到，即系我25号入去到11号，咁即系成差唔多系16日先收到第一封信。嗰时嗰封信系都好期望嘅，因为之前已经同啲义工沟通咗。跟住第二封信咧，就系第二日收到。咁直至我走咧，我总共咧都系收得4封信嘅啫。咁样咯，咁我就自己又写咗4封信出嚟，但系咧系全部系唔使钱，包括邮票啊、信封啊，同埋啲纸咧系有晒你个 number 嘅，印好晒噶啦。每个礼拜申请一次，仲有埋日子嘅。咁你唔可以用你自己嘅嘢。咁呢度就够用嘅，我居然寄俾屋企人嗰第一封信咧，就系我出咗嚟之后1个礼拜，屋企人先收到。即系其实你连疫情之下，你嗰个通讯同埋物资系令到里边住嘅人系又冇得探啦，系有困扰同埋系唔开心咯咁样吓。仲有食嘢方面咧，系头嗰2个礼拜咧，本身我系。唔食肉噶嘛，咁我就未同佢讲啦。跟住转数嘅咧，佢就要2个礼拜，差唔多2个礼拜先转到数俾我素食噶啦。嗰啲肉好少咯，疫情之下最尾我睇到隔篱嗰啲肉咧，全部系变咗好核突啲碎肉咯。咁佢哋咪喺度嘈咯，即系所以喺疫情嗰边喺里边嗰啲人食嘢啦、收信啦，又见唔到屋企人啦，又。嗰个福利官就系1个礼拜系嚟3次啦，咁样咯。
咁我唔知之前系嚟几多次啦，咁样，咁对里边坐嘅人咧系多咗一种唔开心咯，咁样，吓，我就系短时间就体会到呢样嘢，但系咧就系因为啲职员都唔好得闲，咁啊，我哋就可以喺大仓就最好噶啦，有时都可以倾下偈啊，咁样，咁就系呢个感受又俾我谂起。点样可以出翻嚟？即系为里边嘅手足做啲咩嘢咯？咁样，咁我跟住咧，我出咗嚟之后，其实系我未入去之前，我系谂住走嘅，我系有计划做走嘅咁样，因为而家咁坐完就即刻就同啲朋友联络啦，咁啊联络个想去边自己考虑嘅，咁跟住。打声买机票就响3月26号凌晨先有个平嘅机票啦，咁样咁系搏噶咋？因为点解咧？唔知佢好似黄婆婆咁，佢会揾好多嘢，无端端2年前告阿黄婆婆非法集结，系人都知黄婆婆去游行，佢或者示威，佢从来都唔同你一齐嘅。去好离谱到咁咯，咁我自己系我都系示威常客嚟嘅，咁我就通常咧就会行埋人哋嗰度，唔会独立企开嘅。咁我中非法集结，一定随时都可以中到好多噶。系啊，仲有最近嗰张相咧，我就同阿古思瑶响湾仔嗰个区域法院门口影嘅。吓，因为嗰时阿牛哥佢哋要上庭被判入去啊嘛，咁样，阿古思瑶嗰片衫都有平反六四啊嗰啲咁样咯，咁样，咁所以咧，我觉得对我嚟讲咧，佢系要继续恃强凌弱啦，继续系咁抽筹算账啦，系一定我系唔再走得噶啦，咁样，咁就。买咗机票之后开始处理自己啲嘢啦。其实之前入去之前已经处理咗80%噶啦，咁争咗嗰20%啲嘢咯。跟住又通知朋友，我就有啲朋友就同我知道啦，就同我食饭啦。嗰时一日有时食2餐啊，有时食3餐，仲系有啲朋友系都冇办法通知同我一齐食饭咁样咯。咁去到機場嗰時咧，其實都係驚㗎，驚到時話真係唔得嘅，唔得嗰時又冇辦法啦，係咪啊？你話啊，喺香港即係乜都要驚，即係連你講嗰啲字，中文字嚟嘅嚇，講出嚟都話都唔得，咁樣啲生活都唔適宜人住嘅咁樣。咁样咯，咁就喺里边嗰时咧，好得意咯，俾我谂到一样嘢咯，我自己谂啦。我嗰度嚟系要点样咧？我系唔会停嘅，我系会做啲乜嘢咧？咁样咯。咁我自己个谂法就系话，因为我听过鱼爸爸嗰啲噶嘛，有听过其他嗰啲，咁咧就系有听过就话，即系我哋一定系要消灭共产党先得。如果唔消灭共产党嘅咧，系冇办法，香港人冇办法翻香港嘅咁样。咁啊，珍姐，你讲咗你成个监入边嘅过程啦，就3个礼拜啦，呢个失去咗自由，嗰个系最辛苦嘅。咁其实即系经过呢一段嘅经历之后咧，其实有冇觉得入边嘅手足喺入边咧，佢哋都好似你咁样，佢最需要啲乜嘢咧？喺里边咧，我自己有谂过，即系原来我咁短时间，我都觉得冇自由啦，同埋辛苦嘅。咁我就谂起，咦，原来书信系紧要嘅。吓，当你收到个书信里边咧，系唔同人嘅书信咧，佢有唔同嗰种接触啊，唔同嘅话题啊，咁样咯。咁佢就会令到佢开心啲啊，同埋佢如果有机会回信，咁佢咪。啲时间会快过啲咯，吓，同埋系书本啦，即系其实我都唔系好中意睇书本嘅，但我朋友知道咧就入啲
入咗四本都系旅游书俾我。咁我有睇嗰啲书咧，我就冇，真系冇办法唔睇啦，因为太过闷啦。我哋系嗰个系冇嘢冇工作嘅咁样咯。我发觉书本系好重要啦，咁但系最紧要有时真系可以了解到去睇边个范围嘅书咯。如果话唔了解到咧，咁咪搵或者我试过问下有啲人去，即系嗰啲囚友啊，我话填字游戏会唔会好啲？话都好啦咁样咯。啊，即系等佢有少少里边思考下，其实咧里边好似啲书咁，我哋系大仓嘅咧，就可能一齐弄住嚟睇啊，又会倾下偈啊咁样咯。吓，咁有时系入睇佢如果好似我之前入俾咧年青嗰啲咧，多数佢有啲比较中意啲数独啊咁样咯，但系好多人都入咗嘅咁样吓，咁呢啲咧就可以又发觉佢入咗里边，如果真系喺大仓佢哋可以一齐倾偈，一齐可以会冇咁闷啦咁样咯。咁同埋系物资啦，物资其实里边都系有嘅，但系始终自己嘅物资咧收到系好开心嘅，我就觉得譬如好似底裤啦，我觉得男女嘅底裤咧都系自己好啲，因为里边系公家噶嘛，有啲洗到霉晒噶咁样咯咁样。咁就毛巾啦，自己啲毛巾一定自己会好啲嘅。咁好多人都系，我见到好多人有自己嘅毛巾啊咁样。咁同埋咧，我见到有啲咧，佢定咗罪住咗2个月嗰啲咧，原来佢个人工咧可以买好多嘢嘅。佢有啲人会买护发素啦，买，因为定咗罪咧系冇得入牙膏噶嘛。咁佢政府会派啲大陆嘅牙膏嘅。咁佢哋可以自己买牙膏，好似见到唔记得咗立一立，好似系高露洁嘅嗰啲咁样咯，咁我见有啲人都会买自己嘅嘢，咁样咯。如果起初冇钱，我咁样，我第一个月咧，我系等到物资，我系好开心咯。所以我觉得咁我就知道，咦，因为而家探访或者系我都有联络啲人嘅，咁我都会同佢哋讲声咁样，我都会同啲朋友讲。入啲咩嘢，写啲咩信件啊，或者系入啲咩书咁样咯，系啊，咁希望同佢共度，一路希望能够快少少出翻嚟咯，咁咯，咁因为而家你都依家暂时都系冇得探噶嘛，探嘅好少，仲系咩限定1个人或者2个人啊咁样，咁我就觉得而家嚟讲咧，信件就会好啲，但系咧信件唔一定收到嘅喎，可能咧。要半个月先收到喎，好多原因啦，又话冇人手啊，又剩啦咁样。但系点都好，咁你就算半个月收，我写咗佢半个月收到，咁佢仲系好有收到好过冇收到咯，咁样系啊，咁样呢个即系我觉得系。收到信咧，就感觉出边嘅朋友记挂住自己，可能嗰份感动会喺入边会舒服啲啊，系咪？系系啊，系啊，咪？冇错啦，咁样。同埋我都喺度讲过，寄信咧就寄啲即系想好想我喺里边好想知道发生出边发生咩事，系完全唔知嘅。佢虽然系播，佢因为播嗰个无线啦，而家系冇咩提噶嘛。咁有啲人咪好笑啦，你寄到入去都系旧噶啦。我话旧嘅，佢都系唔知噶嘛，系咪咁样咯？咁就总系会觉得知道，起码都觉得自己冇脱节啦，譬如唔使话一定香港新闻噶，譬如当好似乌克兰打仗啊，或者嗰啲新闻啊，或者系国际新闻啊，咁样都得噶嘛，咁样咯，总之你寄到过去，起码佢都知道，咦，而家嗰个世界或者香港或者周围，我都觉得系知道发生咩事啊，里边真系唔知，冇中冇成，唔知发生咩事咯。好彩啲人坐得耐嗰啲咧，佢哋有心机，知道个时间。我冇嘅咧，我真系唔知时间咯，即咁样，咁可有以时候用个收音机就收听出边嘅新闻啦、歌啊、电台啊、频道嗰啲嘅。系啊，冇错啦，系要如果定咗罪咧，系要入钱俾佢，咁由里边派个心机。如果新入去咧，听讲要过半月先有个心机，系啊，咁样咯，咁咁听嘢系咪冇限制呀？佢都系 AM 同 FM 台。冇就系呢啲台咯，
头先我听你讲，就系你入去嘅时候，啲送车师送你嗰一刻，你都好感动喎。系啊，好，我听到你把声，我啲泪水自然落嚟啊！落到嚟之后咧，我仲系嗰晚系不停喊啊，谂起佢哋嗰种俾我嗰种爱啦，真系啊，系咁，真系好难得咯，咁样系啊，又喊咗，系咁谂起又喊，谂起又喊嘅原因，因为系佢哋俾我爱咯，系啊。即系谂到你都人生中你都有第一次坐监咯，喺香港。系啊，冇错啦，因为我第一次俾啲亲戚朋友旁听啦，跟住旁听嗰段时间，我都有啲朋友啊亲戚咁啊，我哋都互相拥抱下咁样啦，跟住送车又第一次，真系一听到就啲泪水簌啦，就感动到成日啦咁样，我都好多谢佢哋。其实以前我都有做送车嘅，即系个角色一调转咗咧。真系好感动咯，好重要咯，但系而家真系冇办法啦，佢哋打击送车系好严重，系啊，咁我都希唔希望佢哋啲钱咁样无端端俾呢个政权攞咗啊嘛，咁样，系啊，嗯，所以而家你讲就系而家送车师可能做唔到啦，要做写信师啊，系咪啊？系啦，冇错，写信啊或者旁听啦，我希望啲人有时间真系旁听啦，我系嚟之前嗰日咧，有人话帮我听。可能疫情好多原因啦，近来旁听系少咗嘅，咁样系冷清咗嘅。咁我都希望啲人有时间做一旁听，因为唔会犯法嘅，咁就唔使讲其他嘢啦。咁样咁啲因为以前做旁听都系噶，啲年青人咧已经知道有旁听师啦。你同佢行过，你话啊加油啊支持你，会佢睇到会微笑咯。我哋都系啊，希望呢个时间。香港做唔到啲乜嘢，对我哋啲手足可以做到旁听送车咧，我觉得咧真系要小心咯，因为而家你知啦，又1万至5千咁样，不过佢哋好叻噶啦，送车嗰啲，因为我试过啦，我自己有一次送车系探过嘅，嗰啲手足，我系同一个朋友，我哋之前探过一个手足，我哋喺对面街嗌佢个名，跟住你知唔知？我哋跟住就俾两个警察。特登查我哋身份证同埋查我啲嘢，我话点解？佢话你正话咪嗌得好大声嘅咁，咁佢即系针对我送车咯，吓、啊，咁又查我身份证，要查袋又成咁咯。你话系？系咪送车唔得咧？只不过佢系要话违反嗰个限聚令啊嘛。系啊，真唔得啊，因为佢系。直情系有啲咧，做嬲尾嗰时咧，系一啲路封晒噶啦，唔俾你去嘅咁样。我就好彩，因为我唔系嗰啲年青人啦，又咪细路，佢知道，如果譬如当你有啲有几个细路啦，多数啲人都会试下送车嘅新嗰啲，佢就会嗰啲警察特别紧张嘅，系啊。咁我好彩，我就唔系话乜嘢，咁我当时得我一个咁样，咁啊变咗就可以。听到同睇到咧，送车师俾我啲爱心咁咯，系啊，所以佢哋会知道嘅。虽然送车系未必有一日系得嘅，但系我哋都知香港人唔放弃嘅，系咯，旁听啦、啊，写信啦、啊，暂时我觉得就系啊，喺你过咗去温哥华都要几日噶喎，而家你系咪有冇安顿好啊？未来有啲咩打算呢？我系27号正式系嚟到温哥华咁样啦。咁咧就你话住就冇问题嘅，但系其他安顿咧就系、是、都要未稳定嘅咁样，咁我就再搵呢度认识嘅朋友啦，因为我系19年系曾经响过呢度嘅咁样，咁我就谂住嚟呢度做咩咧？我就系谂住如果你有啲示威啊游行，我都会参与嘅。咁咧你睇下我呢个公仔啦吓。佢写住光复香港时代革命，喺香港我收埋咗佢成年几噶啦，好鬼阴公啊！仲要揾只黑色布包住佢收埋啊！而家足之咧，我响离开咗一个危险嘅香港嘅地方，喺首尔机场已经系拎翻佢出嚟啦。我系用个箧包住啲黑色布，咁咧就搏下好唔好彩运佢过嚟咯。好开心啊！真系好开心。
系啊，而家嚟到咧就可以释放咗佢，公布香港时代革命咯，咁样。咁我哋香港人系个心唔会死嘅，你咪以为你咁样打我哋，我哋系唔会做嘢咯。我嚟到咧就睇到时代革命嗰套戏啦，嗰日吓有啲就，咩感受啊？睇完之后。睇完之后，感受比我更加强，我系。唔会唔做嘢，我系仲做得几多就做吓，即系香港俾佢哋搞成咁，我哋香港人俾佢咁样打压同埋压制喺香港，系真好辛苦。啊，年纪都觉得好辛苦，系啊，而家离开咗咧，可以咁样即系同佢一齐啦。我而家呢两日都同佢出街嘅，咁样咯，咁样吓，仲可以讲添，咁样。所以，我希望有一日，我哋真系，消灭咗共产党之后咧，能够翻去，系啊，咁样，所以呢个你，就啱啱，我啱啱就系想，啱啱想问你有冇谂住翻香港喎？有你有噶，冇？消灭，系啊，灭咗共啦，你都知啦，因为其实真系第一个目标要灭咗共，我哋先至能够系，有可能翻去咁样咯，系啊，因为佢真系好邪恶噶。我哋广东话讲呢几个字，就算呢个公仔摆出嚟，我谂我都要坐5年至10年啊！系咪好疯狂啊？简直完全冇晒人性咁样咯。系啊，所以我希望我多啲嚟到联络翻啲朋友，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咯？有嘢我就参与咯，咁样。我就同啲朋友讲，Omicron 咧呢个字好得意嘅，就叫爱灭共啊嘛。因为共产党好奇怪嘅，佢好憎人系爱嘅。嗱，譬如好似佢叫校长督老师咁，督唔系校长投诉老师，老师又投诉学生，学生又投诉老师，又投诉乜嘢？咁或者你咁样系形成咗冇爱咯，佢就唔中人有爱嘛。咁但系当你系坚持有爱心有爱嘅咧，佢就好鬼激气噶啦。咁我相信咧，佢就搞唔掂咧，佢就会就用爱嚟消灭佢咯。呢、這个名好得意，我觉得系天整地。咁你自己就有冇啲咩嘢补充嘅想讲啊？我自己补充噶啦。咁我就想响而家喺出边啦，我哋大家系。互相联络多啲，能够做，我知好多做紧嘅，我都觉得几开心。我过嚟都有见过，同啲朋友食饭见过，咁我哋嘅一个心意好坚决，我哋话俾响香港啲手足香港人听，你放心啦，我哋系会做埋你哋嗰份，因为你哋真系冇办法。可以发连声都讲唔到，我哋起码帮你发声。希望做好，其实做紧，我觉得吓，我哋系会做好多行动，系消灭共产党。系啊，咁叫你佢下哋，次你讲，叫佢沉着等住我哋咧。最紧要保持啊，身体健康，强壮啲，迎接我哋翻嚟。唔该晒啦，珍姐，好，Lucy，拜拜。拜拜。系啊，拜拜。